The conjunction 不管 indicates that the conclusion or result won't change under any assumed circumstances. 都 or 也 can be used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sentence to emphasize the action or decision will not change. The structure is 不管 question word subject 都 or 也 The question word can be 什么怎么谁哪儿多而多么不管做什么事首先应该明白你要做什么其次要知道怎么做明白 clear, understand, 明白不管做什么事首先应该明白你要做什么？其次要知道怎么做。不管做什么事，首先应该明白你要做什么，其次要知道怎么做。不管在外面的世界遇到什么困难，家都是我们心中最幸福的地方。世界 ，world， 世界，幸福。Happy, 幸福。不管在外面的世界遇到什么困难，家都是我们心中最幸福的地方。不管在外面的世界遇到什么困难，家都是我们心中最幸福的地方。不管别人怎么说，首先你要对自己有信心。首先 ,first of all, 首先信心 ,confidence, 信心不管别人怎么说首先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不管别人怎么说首先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不管你在哪儿工作都要交税交税 ,to pay tax, 交税。不管你在哪儿工作都要交税。不管天气多差他都每天去接妻子下班。接 ,pick up, 接妻子 ,wife, 妻子下班。Get off work, 下班。不管天气多差，他都每天去接妻子下班。不管天气多差，他都每天去接妻子下班。不管 can also be used with 还是 or an affirmative negative phrases. The structure are 不管是 option A 还是 option B.Subject, 都 or 不管 verb or adjective, 不 verb or adjective, subject, 都不管上课、上班还是跟别人约会，准时都非常重要。约会 to go on an appointment, to date, 约会。准时 ,punctual, 准时重要 ,important, 重要不管上课上班还是跟别人约会准时都非常重要。不管上课上班还是跟别人约会准时都非常重要。不管晴天还是下雨，他都出去锻炼身体。锻炼 ,to exercise, 锻炼。不管晴天还是下雨，他都出去锻炼身体。不管晴天还是下雨，他都出去锻炼身体。不管你穿裙子还是穿裤子，
穿的正式最重要。裙子 skirt， 裙子。裤子 pants， 裤子。正式 formal， 正式。不管你明天穿裙子还是穿裤子，穿的正式最重要。不管你明天穿裙子还是穿裤子，穿的正式最重要。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去参加这次的比赛。同不同意 ？Agree or disagree？ 同不同意？参加 ，to participate。参加比赛 ，competition。比赛。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去参加这次的比赛。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去参加这次的比赛。